各位老板，我是健浩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 Pros 的健浩，简称它叫做钢铁人路亚钳。哦，那它这边的好处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最近下流钩打黑胶的顾客非常的多 ，OK， 它做的非常的迷你，哦，它做的非常的迷你以外呢，它主要的卖点就是这个极细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打路亚打黑胶，我们那个路亚环啊，常常就是不好解不好开。那这一把哦，就是今目前业界我觉得就是第二把比较可以，就是拿来真的解黑雕那个小路亚环在使用的，尤其是钓根钓的顾客。那我们在这边仔细看一下，它中间还是有弹簧在支撑，张力包含它的咬合力都非常强以外，它这边是可以剪皮一线的。好，那从平时没有用就这样子收纳起来，超级好收纳，花你多少钱一律都私讯报价 ，OK。